后天是陈方舟婚礼，跟我回趟洛杉吧。嗯，好。还在画春日新娘啊？嗯，没什么思路。那就先吃饭吧。我一会儿要去见个供货商，顺利的话，应该可以解决店里化妆品的采购问题。你这个合伙人也太敬业了吧！所以啊，只能吃的简单点了。咖喱饭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做的咖喱饭？为什么是咖喱饭啊？因为我当时都快饿死了，然后你就给我端出来这么大一锅咖喱饭，吃的我可饱了。然后你吃了我给你做的饭，还差点把我当成连环杀人犯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贴那种照片？说起来，我学会做饭还是因为许静阳。他在医院那会儿，我天天跑去给他送饭。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对不起他，害他摔断了腿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。那边应该快到了，你先吃，吃完早点休息啊。那你还没吃完饭呢，来不及了。你等会儿，外面冷，多穿点。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快吃吧。嗯，拜拜。